昨天是 Super Junior M 组合出道的日子，下午我们搜狐娱乐播报的记者走访了几位成员下榻的酒店，这也是 Super Junior M 组合首次接受媒体的采访。大家好，我们是 Super Junior。 哎，大家好，我是李东海，见到你们很高兴。大家好，我是李旭，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歌曲。非常感谢你们的关心，跟我们会的努力的，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Gushin， 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这几位成员对大家来讲并不陌生，不过再次和大家见面的他们中文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作为 Super Junior M 组合中最大的惊喜， Harry 和钟明的出现让大家眼前一亮。大家好，我是 Super Junior M 年纪最小的成员 Henry。 特别的幸福，因为在自己的国家，而且身边有一帮值得信赖依赖的朋友，而他们的加入为组合带来了活力。接下来的时间，崭新的 Super Junior M 将给歌迷带来惊喜。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专辑，那这张专辑呢，所有的歌曲呢都是用中文来演唱的，所以大家也是非常很辛苦。说，像我以前录韩语的一样，就是很费劲，尤其发音非常费劲。那其他的那个韩国成员呢，也是说唱中文歌曲的那个发音就是很困难的。他们也跟我说啊，终于知道你以前录音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这个专辑如果大家听的话，一定会听出来是说是一个外国人唱的，觉得说是一个中国人，发音非常好。 Super Junior M 中韩庚、周密以及 Harry 都是中国人，其余几位都是来自韩国。对这支长期在中国发展的组合，几位韩国成员当前急需要解决的是学习中文，还好有韩庚老师常伴他们左右，学习起来方便多了。大家好，我是 Super Junior 的中国成员，我是韩庚。现在呢，我们正在一直在准备，一会儿要去参加一个节目，所以大家都是很紧张，穿着西服啊，都非常紧张，都在学习中文啊。其他的成员都在这里。对，我还会些。韩语练习。大家好，我是李东海。这次参加颁奖典礼，我感到很荣幸。对，是不是大家觉得就是中文进步很快是吗？还有如果说东海的中文进步神速的话，立旭的进步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立旭的表现让大家都很惊讶。很可爱。立旭너무귀여워요너무귀여워어디부분코러스부분그래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的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的美如痛苦难以释怀，每一次和你分开，每一次 kiss goodbye，爱情的滋味，此刻我终于最明白。王牛，终于完了。而这时，一旁的东海好像有了新的主意，难道是要史源和立旭好好的 PK 一番？我立旭啊你。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史源的中文歌唱的也不差。可不知道为什么会害羞。其实我还有比他更害羞的新成员 Harry， 面对镜头十分紧张，拉的小提琴，还需要韩庚出面，非常滑的小提琴，尴尬。所以我们的专辑里的好多歌曲的有一部分的拉小提琴的部分，全是 Harry 去拉的。Harry， 现在你的中文怎么样？是因为我长在加拿大。其实哈瑞啊也是出生从小嘛，出生在加拿大，所以是华侨。对，也是今天呢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就很感兴趣。在来中国之前一直都说啊，韩哥，我终于去中国了，我跟你在真的特别开心，好想去中国一起活动，真的是觉得
Harry 呢以后呢也会说去努力的学习中文和大家一起交流，那希望大家也能多多支持他。 Harry， 我们的 Harry。 总的说来，成员们的刻苦劲让我们对 Super Junior M 有了更多的期待，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能看到他们更好的成绩。那现在呢，那这些成员呢现在就是我们 Super Junior M 的成员，一共七个人。那以后呢我们也会进行继续努力啊，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也需要各位能多多关心我们，支持我们，我们会用更好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大家，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我们会表现更好，加油。